我觉得我还是一句话了哈，学位是真的，论文也是真的，真的事情是假不了的。国民党的这样的操作哦，也让人想起过去也有些类似的这个情况了哈。但是选举选的是政见，对国家的愿景的规划等等，应该是一个理性的抉择，而不是用这一些激进式抹黑的这个手法来做，这是对我们的选举文化是不好的了。